现在是我在香港工作的第三个星期，挺开心的，自己渐渐适应这个城市了。现在虽然每一天都过得很累很累，但是我挺喜欢这种挑战的。这个事情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压力山大，觉得好难好难呀，怎么可能完成得了？但是当你不断的去适应这个环境，不断的挑战自己后，发现我竟然我可以，这个时候会很开心，相信一切都可以越来越好的。